啊呢只啊新动仪器其实早啲落嚟嘅呢样嘢，今日其实都系仲要跌挨近2%。啊，其实喺呢一日出冲上去嗰时系讲过啊，建议大家诶不妨可以睇一睇啦，开喺106啊、105呢啲水平，但之后就抽紧上去。啊，呢个公布紧业绩啦，因为其实业绩都系相对上做得好啦吓。咁啊，燃气方面嗰个增长系其实平平稳稳。而啊，新能源方面嗰個 shift 其實亦都係慢慢去加大啦嚇。咁啊，另外佢亦都有唔少嗰個項目，其實就在建緊啦，各方面嘅個增長其實會有一個嘅支持喺度啊。咁呢一點，我覺得其實未來其實可以去啊，值得去睇好啦嚇。咁短期嚟講，一定會有啲負面因素噶啦。咁啊，點解其實亦都係會對得落嚟咧？就是內地疫情嗰個嘅防控啦嚇，會影響得到佢嗰個燃氣嗰個需求啦，因為其實佢個商户嗰個嘅用氣其實相對上較多啊。另外第二點就係宏觀經濟啦嚇，如果宏觀經濟如果真係唔係話咁強嘅話，其實對佢 overall 啊嗰個需求嚟講，亦都係會構成一個壓力嘅嚇。咁所以點解其實係衝完上去之後，個市又驚驚地嘅時候，呢啲股又會有啲拋翻落嚟咧？咁就係一個咁嘅原因啦，咁但係因為你見佢調整完啦，回補翻嗰個裂口之後，我覺得又不妨可以去睺睺咯，因為始終覺得嗰個嘅前景嚟講，亦都係有一定嗰個嘅看點嚇。咁嘅策略上，我覺得喺現價咯，或者係喺低水平嗰度收集啦，睇下啦。萬一跌穿佢，即係三月嗰啲咁嘅低位水平啦嚇，咁就91蚊，咁啊可以支持啦。嗱，上望。我覺得啦，暫時就睇翻之前嗰啲咁高位先，嗱，挨近129蚊嘅水平啦。